一些肥而不腻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塔。今天我们家决定在这一天握肉食，就是每一年大量的在牛羊储备上的这个今天就到了。但是没想到今天风超级的大，我们来了这个亲戚朋友，然后在内屋，在同时在拔只羊。咱们先处理了三个，就是这个肉，有多少？好纠结，选哪个吃呢？羊腿，再放点大的，肥肉多的羊排，肩胛骨。我最后再把这个大肥尾巴放进去，冷水下锅，什么来着？口号喊出来！我们这个是不需要去腥，不需要焯水，不需要加什么料酒这些东西的羊肉，直接煮，只要盐，不需要调料，煮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，就是。第二波的倒霉蛋，四个羊，手把肉煮熟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哇，这个大尾巴。哎呀，长风大的时候，天凉的时候就应该多吃点羊肉。这是肥而不腻。